位于北京最高学府北大附近的豆瓣书店，常看得到高知识分子的踪迹，也有不少人是冲着店家独具慧眼的藏书种类而来。有些人独爱诗集，也有些人钟爱翻译文学，更有不少人为了精进自己在学术上的领域而来。一间小小的店面，不起眼的招牌，没有高格调的咖啡厅藏身其中，或许路过了都不会发现的朴实无华，许多人却被这样简单的书香气息吸引过来，或站或坐的找寻着一本本能让自己沉浸其中的书籍。